有一个大陆有一个很流行的叫 OPPO 手机呢，而且是我们中华电信营业处公然在推销的手机。哦，他问我说我没投资，我没股份，那这样有没有造成我个人的侵权行为 ？NCC 对于这个手机的使用呢，一定要有一定的规范，否则的话哈、哦，这个我造成我个人相当的困扰。哦，人家都认为陈罗伯大陆的投资啊，哦，这品牌都是 OPPO OPPO 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这个是我希望你能够查清楚。如果是你们在审的时候，也应该知道我啊，有这样的委员来问我一下，意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告知我，啊、哦，以上说明，谢谢。我来了解一下，谢谢委员。